本期视频是由阿库专购 Property 地产赞助播出。阿库专购提供很多优质的房子，而他目前有最新的 project 就是尼莱最高公寓，需要300K 起就可以拥有，而且还是未来的全马最大的夜市，非常值得投资。在阿库专购买房子，买得安心，住得开心，请点击以下链接获取更多详细，或者浏览阿库专购的 Facebook 面址，是浏览更多房子吧。嘿，宝贝，我的战友，我是战友 Celebrity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做我们的拍胸口问自己了。那是因为我有4个月内啊，又突破300哦。一下子4个月就飙到300哦，真的不简单。现在老实讲，那这次真的很感谢你们愿意支持我啦。记得按这个红色的板凳，是不是跟他一般大大的一样？下去你就成为我新战友。好了，黄金可是时间，我们抓紧时间吧，来吧。第一问题，得多哦，也许你可以玩其他游戏。基本上我是在会想着要不要去做游戏的 content 啊。不过在节目上啊，我一直讲那些卡，讲到我口水要干了，真的。下一题，芭比放日记，有趣的影片。虽然你喜欢我看我的影片，但是你的问题在哪里？怎么像三个人一样啊？年轻人不讲武德。你生命中最好的朋友霍巴蒂是谁呢？我生命中最好的朋友啊，至少应该有10到20个了，至少有些中学有2-3个 maybe， 大学也是有3-4个这样了，社会应该是有好几个了，我都数不完。最好的巴蒂呢，就是洛奇了，他算是帮我一个大忙了。下一题，你会不会再考虑做回街坊？基本上我是会做的，只是先准备一些资料咯，然后我再参考人家的 idea 怎么去做。我去年啊有住过街坊啊，1个2个全部他们都拒绝我，这不简单。其实国际跟我们讲，就是街坊是很难做到，除非是中国。不过现在疫情啊，我是不能去街坊了，也许我还有别个方法来做。我可以用通过那个声音啊，录他们声音样子比较好一点。好，下一题，继续做，加油！谢谢你为我加油，但你有问题，你的问题在哪里？还是你们在拍 prank 哦 ？It's a prank! It's a prank! 请问你的 Yu-Gi-Oh! Profile 现实生活 Part 2几时出？OK， 我知道大家全部人很喜欢看我这个影片，蛮搞笑的，我知道，但是我还在筹备当中，因为我是准备好那些卡组另外付啦，还有就是准备找人跟我一起合作。这次疫情也知道啦，又倒打很多人，所以还在讨论当中要不要再请人一起跟我合作先啦。下一题，老周信，你最想要感谢的人是谁？好问题啊，想要感谢的人就是我爸爸妈妈咯，又养我们，又给我们吃，给我们住那些咯，又给我们好的东西。不过还是要感谢你们每一位战友们啊，为我支持这个影片，谢谢你们。还有我要感谢是 Steady Game 哦，真的很感谢他们啊，让我启发做 YouTuber 的概念。不过还是要感谢台湾的 YouTuber， 像豆哥啊、帅狗啊、鱼渣、OTK 他们咯，他们专门做游戏王的 content， 我也是参与这个游戏王的领域咯。OK， 下一题啊。最想要去的国家，最想要去的国家，日本哦，因为很多亮货，我顺便看买多多也结义啦。开玩笑啦，开玩笑，我知道很多亮货我也是喜欢啦，不过第一个我想真的想去日本啦，有的吃，有的打卡，然后可以拍很多环境哦，蛮美啦。虽然我第一个目标是日本啊，可能会去每个地方啦，像是意大利啊、巴黎啊、印尼啊等等。不过现在疫情，我不能出去了。哦，又这么快答完了，我相信还有400啊，我还要继续再做 Q&A 啦，放心。好了，影片到位了。如果你超越终极、超级无敌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按 like、share 给我看。如果你喜欢我，记得按小朋友，记得按小朋友，以及下方口名给我，谢谢。放心，这个5个粉丝不会有人。如果真是你不过奖，我加他陪我一起做300的 Q&A 就可以了。没有，开玩笑的。好了，等我们继续吧 ，Ciao。